介绍贵宾及与会事由。首先，我们介绍我们第七分区主席陈阿生事由。大家好。好，我们第一副总监林亮宏林副总监。我们台湾总会监事李德鲁抗力，我欢迎你。大家好。总监顾问陈衍南室友，大家好。我们第四专辑编辑主任林玉明室友，我欢迎你。我们新庄会长林品维，林会长。我们第一副会长李立业，李副会长。我们新庄会的秘书陈进生，陈秘书，欢迎你。我们的财务杨惠淼，杨室友。我们的总管高凤华，室友。接着我们介绍事研会会长陈信伟，大家好，陈会长。前任会长李培明，李会长。第一副会长廖庆华，廖会长，麻烦您。我们财务李兴雄，李室友，王会长，我欢迎您。我们前任会长王勤芳，王会长。我们的第二副会长王玉妹，王副会长，欢迎。第三副会长吴真玉，大家好。吴副会长，我们秘书陈丽茹，陈秘书也是文化团在校园发展委员会的主席啊。我们总管黄美凤，黄总管啊。我们联络蔡秀梅啊，室友。还有我们新庄会的前会长卓春富，抗议，我欢迎您。贵宾介绍到此，如果遗漏待会再补充介绍。